上帝赋予我们权柄、丰富、智慧和管理的能力，来是要我们容神益人。杨Pro，我们不单只是在我们的职场上要 be a professional， 我们在属天的国度当中，我们要成为 professional， 更专业、更疯狂、更爱神爱人。我们是 FGA CYC 的 Parent Service， 我们要成为一个最专业、实力与资源最强大、最有属灵眼光、最刚强壮胆的团队。Young Pro， 我们是 Young Warrior 和 Young David 的榜样，我们要成为带动他们的一个的属灵领导，需要带动复兴、领导潮流、写造历史、影响世界，成为 FGA CYC 的先锋队 ，Be Like YP。他们所走过的每一片土地，都会插上荣耀神的旗帜。得地为业，开拓福音的旷野，是我们破恐吓的使命。我们的目标是250个灵魂，让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布满全地。Be like YP。他们是 YP 的榜样，愿意为复兴全然摆上的族群。我们愿意为神无私的摆上，延续复兴的浪潮。我们是 Pro Giver，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150个人的团队。在这个世代，透过我们给予的生命，让人感受神奇妙的爱。Be like YP。他们为神发掘新的土地，开拓并且宣告得胜。YP 最年轻的族群 Raw Landers， 我们要为神扩张领土，得着迦南美地。在这个火日一千的部分里，我们要为神得着300个的灵魂，在各个的领域。Be like YP。Profizer 的 Team Party Starry Night 总共邀请了98位新朋友参与其中，荣耀归于神。我们的企业精英 Pro Builder 也在他们举办的 Entrepreneur Night 与多位新朋友进行了一场愉快的交流会。Pro Dreamer 昨晚首个 Talent Meets Talent 聚会里，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新朋友参与其中。让我们 Young Professional 继续为神火热一天，超越沸腾。国家有义务维护和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安全。很庆幸的，在30年前，我们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。这个是不是你的妈咪呀？身为总统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会尽我所能维持国家的和平。
未来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临了，每一年 FGA CYC 都会举行别开生面的欢庆会，今年也不例外。12月17日和18日将会有特别的舞台剧演出 The Touch， 千万不要错过，也鼓励大家踊跃的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小组，因为小组是神赐给我们的家人，你还没加入小组吗？不要等了，赶快加入适合您的小组吧。弟兄姐妹们请注意，来临的星期三12月7日将会有 CYC 小组联合祷告会和领袖大聚，时间为晚上8点，地点于 L5， 牧养和事工领袖务必出席，也鼓励所有弟兄姐妹踊跃出席。弟兄姐妹们， FGA CYC 每一周聚会时，大门入口处的柜台都会预备事工征召表格，让有意加入事工的弟兄姐妹可以随时填写，抓紧您的呼召，让我们一起来服侍这个家。我觉得那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服侍，因为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参与成为一份子，是一件应该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。我觉得您想要了解更多 CYC 的动向和资讯吗？ FGA CYC 提供不同年龄层的社交平台，让各位弟兄姐妹和身旁的朋友更方便地游览 CYC 的动向和资讯。最新的两个社交平台分为 YW Instagram 和 YP Instagram， 欢迎弟兄姐妹们上传照片时 Hashtag We Are YW 和 Hashtag Be Like YP。当然，您还可以在 FGA CYC 社交网站回顾 CYC 每月活动，还有激励人心的神迹奇事、生命转化见证。也欢迎您游览罗伯寿牧师的社交媒体，可以更多了解牧师的动向和生活。欢迎您点击以下的社交网站，并 follow CYC 社交媒体。圣诞糖果屋，小大卫圣诞欢庆会。日期是在12月10日，星期六下午2:30至5:30的时间，地点在 Wisma FJ L5。今年的圣诞节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五彩缤纷的糖果屋。当天设有交换礼物环节，每位出席的小孩必须携带一份礼物，免费入场哦！鼓励家长们一起来参与我们吧！